选在生日这天来到大安森林公园，柯文哲的生日心愿选总统有没有算在里面？这个就是这样嘛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要选的，就是外加现在就奇怪，这种民调这种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但是就在这里说，可以保证做好做。其实我早就在议会就回答这问题了，叫世事难料嘛。那这种做什么，我们应该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计划，没有那个念头，所以我还是推荐他们去看那个武状元苏乞儿，真的。说是世事难料，但当前却已成为全台最大委。根据最新旺旺中时民调，柯文哲打趴所有可能候选人，支持度高达31.5%，比小英的12.1%还多出超过一倍。就算跟绿营最强的赖清德支持度也赢快一半。柯文哲民调虽然很高，但是我们要问他到底做了市长4年来做了什么？基本上他是一个行销公司的 CEO， 是一个总经理。他不合适当台北市长，更不合适担任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候选人。我觉得连候选人都没有这个资格，没有这资格，万一他真的参与选举也选上了，会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灾难。邓大卫还差三步，怎么管住嘴巴，以及怎防众叛亲离？还有无实质政绩，政策跳票多，想战总统恐怕还差最后一里路。谢鹏德、张宇轩、SN 小组台报道。